到了现在，妈妈只希望你能坦白从宽，能争取宽大处理，早点回来。妈妈等你。老太太深明大义啊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儿子啊？你妈身体不好，年纪大了，不愿出国，你就先把老婆孩子转移到了加拿大，真是深谋远虑啊，用自己一辈子换家里人后半生的衣食无忧，这算什么呀？舍己为人？你要是还有一点孝心，就该替你妈考虑考虑。可以告诉你们钱在哪儿。现在案情全部清晰了，人员扩张进饱和后，徐伟杰打算卷款逃走，不料东窗事发，引起了高级经理的不满，煽动了群体性事件。徐伟杰料定自己逃不了了，所以把钱交给了地下钱庄，打算转移海外。现在新元气这块是彻底结了啊，还真没想到咱们顺带还逮了一个地下钱庄。哦，这个地下钱庄，我觉得有些蹊跷。在实施抓捕的时候，他们正打算撤离，仿佛提前收到了风声似的，并且抓获的那几个人都不是核心成员。你的意思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？直觉，不然不会这么巧。所以我又查了一遍新元气的股东构成，来源很碎，很多公司来历不清晰，但有一家公司来历非常清晰，张氏投资。这也是伯仲集团旗下的。新元气那个涉事保安，他也是来自于伯仲集团旗下那个保安公司。不过他们的持股量很低啊，还不到1%。光凭这个就要去调查一个势力的龙头企业，这事要慎重，再考虑考虑。新元气的案子可以结了，地下钱庄，李成，盯紧点。是。是搬家公司的人，刘奶奶家楼上两家租户同时搬家，昨天晚上搬进来一家，今天搬走一家。那也太巧了。去打听一下是哪家搬家公司，我觉得他们不像，太小心了。好，来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打草惊蛇，记得拍照录像录着。明白。这次一定要小心啊。安锁是高小飞。哎哎哎，干什么的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来串门的，可能是找错了吧。你们这搬什么呢？不该问的别问，赶紧走，快点快点来。
赶快灭火！走走走！安锁安锁，得到起火，赶快通知消防！赶快！苏人权，苏人权！安锁，高小飞跑了！现说能行动，带着往后退。了，危险！别看了，赶紧走！别看了，快走啊！快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快走！快出来！快走！走！您赶紧走到那个线后面去，别往后看了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！后面的人别看了，再提前找一下，看看下场在不在外面。出来！走！走！别拿东西了！走！有没有人了？到顶电线后面，快快快，快！是有人私通化工品引起的火灾，现在我们还有一名警员在里面疏散群众。明白。柳传呢？柳传在里面，还在里面。有没有人了？有没有人了？救人！里面还有个警官，他为了救人被压住了，快救他！柳泉，快来安锁里一趟吧，柳泉牺牲了，安锁现在状态特别不好。他马上就要休假了，奶奶就快生了，就不应该让他去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为什么要让他去？他要不去，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我该怎么面对奶奶？喂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
赵府君，安锁，情况怎么样？家属的情绪很激动。哎，你确定？好，我不应该派他去县。你为什么要派他去？你说你为什么要派他去啊？你啊！你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派他去？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你为什么要派他去？你们留一个人就行了，其他人出去。我留下陪他。他一看到你，情绪就失控了。先回去吧。屋里什么味儿啊？你在家呢？哎，这菜都臭了，你也不知道收拾一下。你不会晚饭就吃的那个吧？这味儿不是挺好的吗？你们熟悉并喜爱的犯罪现场的味道。月月，你妈不舒服，少说两句。我只是保护了你们言而无信的犯罪现场而已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。既然你们不欢迎我，我现在就回姥姥家。你为什么好好的？安心，为什么呀？好了好了啊，好了啊，怎么了？你柳泉叔叔牺牲了。杨叔，小姨怎么样？她没事。我有一个请求，我已经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，调我到刑侦吧。
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？为保护群众的利益流血牺牲，不正是每个警察的职责吗？你还没资格跟我谈牺牲呢。作为一个警察，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守护不好，还怎么服务于老百姓？怎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？你以为空有一腔热血、几两腱子肉、喊喊口号就能当警察了？你回去给我想清楚，想清楚作为一个警察究竟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，然后再来谈你的理想和抱负。早就想清楚了，我就是要把这帮该死的罪犯绳之以法。哥，你不要当警察，你换个工作好不好？我害怕会失去你们，我每天都在担心你们会出意外。我想尽一切办法叫你们回家，因为我害怕你们会像刘雪出事。月月，哎呀，好好，月月啊，都是爸爸妈妈不好，爸爸妈妈还有你小天哥哥，向你保证，一定好好的陪你长大，啊！爸，我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好不好？好。侯秘书，张总怎么说？事情闹这么大，还死了个警察，全市都在通缉你。张总现在没法见你。他这是忘恩负义啊！当年他起家的时候，我爸是怎么帮他的？侯秘书，你再帮我吹吹风呗，让我出去避避风头。我就是当牛做马，我也报答他。这样，从今天起，乙飞物流不存在了。我现在就签转让协议，无偿转让。你就让我出去见见他呗。行了，就你那个物流公司已经被查封了，还当香饽饽在这跟我讨价还价呢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张总让我给你打电话，就是让你去自首的。好自为之吧。还是赵副局眼睛尖啊，这200多个疑似视频啊，一下就能认定这就是高小飞。不是你们还没装高清摄像头啊？看不清脸啊，可以看衣服；看不清衣服呢，可以看体态。你看这个视频啊，犯罪嫌疑人走路外八字，左腿微瘸，摆手的姿势都是一样。衣服也差不多吧？根据这些线索，先展开调查。好。哎，你把那个对比软件打开。把画面导进去。从数据上分析，这个人肯定是高小飞。你看，经过数据比对，他走路的时候，左腿比右腿慢0.02秒。那，他每次抬腿的时候，每0.07秒的时候，他的右臂才摆动一次。所以从数据上分析，肯定是高小飞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边有一个画面可以看到车牌号码。放大，查车主了吗？已经查到了，车主是博仲集团董事长张博仲。张博仲，
都给我盯紧了，今天晚上谁都别回家。明白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所参与抓捕高小飞？我知道，柳泉的事儿啊，让你们很受挫。不让我们参与抓捕高小飞归案，才更让我们受挫。高小飞违规非法储存、转运危险品，才导致的柳泉牺牲。这个案子不光市局，连省厅都在跟进，不能因为你们感情用事就影响抓捕。这个案子是我们所的案子，我们参与抓捕高小飞合法合规。请赵副局长给我们布置任务，如果不能完成任务，我甘愿受罚。小点声，里边都听见了。要不换个地方？没空。行了，喝口水缓缓。听老赵说你几天前就回来了，怎么样，还适应吗？能不适应吗？尤其是跟你们家老赵一起搭档。怎么样，柳船呢？后事都处理了。不在他下葬之前把高小飞抓到，我没有办法面对他和他家人。阿明，你还记得当年夏辉牺牲的时候老赵的反应？我记得他那会儿跟发了疯似的，开个车满东洲似的转呀，火车站、汽车站到处蹲点儿啊，就想凭着他对犯罪嫌疑人那点模糊的记忆，见着个人就询问。你说他那会儿要不是这么出格，就凭我这份报告，他能被调到派出所去？我当然记得，辉哥的死对他刺激太大了。那你还想重蹈覆辙呀？以前我也不能理解，可是现在，我彻底明白了。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、兄弟牺牲，但却不能把杀死他的人绳之以法，这种无力感，比死还难受。阿明，那老赵当年那是因为冲动，可咱们现在都过了这冲动的年纪了。关注我问你啊，现在你还想抓到那个海辉哥牺牲的人吗？当然。那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们自己都放不下，又凭什么让我放手？我有事先走了，改天再叙旧。老赵当年不是年轻气盛，我现在也不是不够理智，是我们都想争一口气，血不能压着。
继续蹲守，我们马上就到。今天我们只要出动，就一定会受到处罚。但是高小飞是从我们手上跑的，我必须亲手把他抓回来。有不愿意去的可以留下。没有。好，出发。马上该您上台了，让你们张总再多讲会儿。你的工作都完成了？完成了，就等着您的精彩演讲了。冯秘书说笑了，你们张总才是今天的主角。下面呢，让我们颁发本次大会的最后一个奖项。振东集团作为我市的新兴民营企业，这两年的成绩非常的优秀，而且对我们东州市的医疗、教育、环保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所以我们决定授予振东集团董事长梁振先生荣誉市民称号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振先生上台领奖。说什么事儿？我们接到报案，有人看见高小飞在博中大酒店。我正在过去的路上，立刻部署警力准备抓捕，我马上就到。首先谢谢刘市长，也谢谢张董事长，谢谢博中集团特约的各位观众。说实话啊，这个奖我多少有点受之有愧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会以加倍的努力，绝不会辜负东州市民授予我的这个光荣称号。我也会努力的向张董事长看齐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小芝，找到了，在1103房间。目标1103房间，行动，走。江队，目标惊着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是有其他同事提前行动了。把人盯住，报告具体位置。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刘副市长，我先示威一下。有义务全力支持、配合并参与市政规划项目。警官，不是我们不配合，刘副市长和全市有头有脸的企业家都在里面，
你们这穿着警服进去抓人，领导追究起来我可担待不起啊。再说您也没有证据，不是？执法记录仪全程录音录像，我是亲眼看着他进去的。你们酒店是想犯包庇罪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外面吵吵闹的。这几位警察同志说有嫌疑人溜进会场，非要进去抓人。你们有搜查令吗？没有搜查令，恕我张某难以配合。唐经理，松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138条，执行逮捕任务时，可以不用搜查令。哎呦，赵副局长啊，张开什么？对不住了，张董事长，行动。等等，哎，赵副局，有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啊！我保证，等这个会议结束，你就是把我酒店掀翻了天，我都没有意见。张董事长，现在这个。高小飞重案在身，他要是跑了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行动，你带着你的人配合我们行动。哎，各位尽量轻点啊，走。哎呦，真是小点你。来，出口都控制吗？两边都有人，动静尽量小一些，防止犯罪嫌疑人携带致命武器。明白。是军队人说咱们这会场混进来一个犯罪分子。啊？喂，大家好，我是港口所的安平，现在会场混进一名重案嫌疑人，我们现在马上要对会场进行全面搜查，请大家配合。请大家看一下屏幕，就是这个男人，请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四周，看有没有这个人。怎么说？这么重要的会议，你是怎么把握的？我们真的是一张请柬，只进一个人。刘市长，您张董事长确实是一个请柬一个人，连我秘书都不让进，是吧？大家不要，喂。大家都不要乱啊！大家不要慌，大家不要乱，待在原地不要动，打开手机照明。避免发生踩踏。高小飞，你被捕了，人交给你们了。你们两个先带上车去，嫂子带人先回去吧。安平，你给我站住。你知道今天自己在做什么？要不是你，高小飞一出门就会被抓，你带着他们捣什么乱呢？高小飞是在我们辖区犯的案，我们所知道他的行踪过来抓人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这个案子已经交给刑侦了，抓人是他们的事儿。刘副市长，你把所里人都带出来，辖区警情不处理，这投诉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你这所长怎么带的头？人我就抓了，违纪随便处置，大不了这所长我不当了。干不干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把他们给我带回去，深刻反省。我要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检讨书。检讨书我就从来没写过，我回去等通知。收队。赵副局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刘副市长，对不住了，今天市局行动啊，没提前打招呼，影响大家开会了。我批评他们了，让他们回去都写检讨。张董事长，不好意思啊，事发突然。哎，对了，张董事长，这个通缉犯怎么这么巧就住在你们酒店了？还穿着服务生的制服，他不会说是因为您名声在外过来欣赏您的尊容吧？还有啊，为什么这个通缉犯在逃跑的时候会场会突然断电？不会说你酒店还有他的合伙人吧？啊？杨董事长，你说的这个警方说了算啊。
赵副局长，上我车。刘副局长，慢走。您慢走。梁振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了。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什么情况？啊？你看你今天把这事儿办的，太不漂亮。我们前脚刚给张伯仲评了一个优秀企业家，你后脚就跑人家酒店来抓人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不是在打张伯仲的脸，你这是在打我们市委的脸。你让我回去跟蒋书记怎么交代？怎么交代是你副市长的事儿，我就不用操心了。我是警察，我只管抓人。再说了，高小飞的案子是你们给的压力，让我们限期抓人的。赵海洋，你这个锅甩的是不是也太快了？不是甩锅，实事求是嘛，我还一肚子气呢。要不是安平横插一杠，这事情也不会闹那么大。你这说到安平，我倒想起来了。你在人安平面前，你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？这工作就是工作啊，我这人啊，公私分明。少来这套，你也就敢在我面前嘚瑟，等着回去跪搓板吧。前面市局帮我停一下。你着什么急呀？高小飞那个案子。蒋凯一样能审。方程回来了，正好聚一下。你要见他，你自己给他打电话。都这么多年了，这事儿过不去了。我就在这下吧。再见，师傅。这有人吗？没人。谢谢啊。谢我干嘛？今天下午咱们开会啊，把这时间对一下。哎呀，看来咱们市局的霹雳娇娃，是彻底让新来的方副局给吸引了。什么霹雳娇娃呀？你又听谁说的？赵英说吗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。对了，方副局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我们想请你就这个新型犯罪的形态以及侦破手段做一次讲座，分享到咱们市局的内网上。您这是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你刚才说是什么讲座？我跟叶主任商量，说是想请您做一次这种关于新型犯罪的讲座，然后分享。这事儿你找赵海洋去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赵局这人有多难沟通。其实不难，只是你没找对方法。那您教教我方法呗。改天啊。哎，我这人是特别招人讨厌吗？为什么每次你跟赵副局见了我都跟躲瘟神似的？没有，不是。谢谢啊。有点意思。
柳泉同志的烈士称号已经批下来了，追悼会后天办。安平是你的家属，所以局里的班子讨论安平的处分决定，只能回避你了。我明白。带着悬索跨辖区抓捕高晓飞，110电台全部关闭，包括前些日子起冲突的视频也是闹得沸沸扬扬。这所长保住保不住啊，只能看调查结果了。通报批评肯定免不了。但是事情呢，也得一分为二的看。安平平时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，那都是有口皆碑的，包括这次火灾也有立功表现。Thank you.